在这边那边，台湾摩拉克，除了这些阿达格兰、马察利什南，阿能格纳兰尼亚，阿就，马巴斯阿伊兹瓦斯，马在台湾永九五，拉华平川，台湾苏苏川，台湾朱尔明哲，台湾阿能格兰南姆，马在台湾阿摩拉克尼亚，例如伊里多利，台湾这些阿达格兰，苏九五当阿台湾阿能格兰，除此之外，台湾历史纪录这些阿达格兰，在一百零一年，台湾一个台湾西湖，例如当年台湾阿永九五尼亚，拉华，今年南马波罗瓦德尼亚，阿就，马巴斯阿乌拉门纳斯，马来斯马能格兰尼 拉那那国传署这边呢，对整个基地的地上权的使用呢，可能有些疑虑，因为有还是说莫拉克重建条例结束之后呢，那这个土地呢，可能要再撤撤销，就是撤销拨用，可能要回归到国传署来管理。已经等于是没有特别法的法源依据了嘛？就回到国有财产法的相关规定来。 那《国产法》的规定就是，你如果呃，你并没有办法提供给这个直接提供给这个居民来使用这个土地。 Itu semalih zo anga ve itulah murseng sgan mabashi a nawai imajekinalan apa tagil lawas apa lina anga yang atomi semak inalan saat tuh cawatin espoti tua yang jauu napi boh si ari tuju imajekinalan saat atomi ramen sema imajekinalan nya mabashi a irokan tuju cihhu lawas itu ijonana itu nana junan imajekinjauu bawemen tu kri kri tu nata bawa naya. 我们希望波罗能够在一起了。这些那些人不是不愿意进来，就是因为当时进不来。他们怎么知道有莫拉克台风？早知道莫拉哥八一七号就把父亲接进去，就有房子住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背景、嗯。我们讲的每一条方法，呃，碰到国产署国产署卡、啊、就就没有了，还是这样啊。所以，那站在国产署的那个立场的话，嗯、呃，是有没有，嗯、呃？ 我的是有没有那个要协助我们的意思？怎么走是比较可行？当然我们也不会放弃在圆明会这边走正话片这一条路了，我们会也也也会试，就是、说可能这两条路都有有它的可行性，然后那是不是两边都一起推？